立刻在哪里？我去做功课耶。哦，立刻在那边哦。很怕，不会怕啦。奶奶刚刚说想吃草莓，你明天买这么多草莓吃。白雪公主，你要去啊？奶奶公主在天空，我没有看到嘞，我去了会吓死。你去了会吓死？啊，出国要怎样？要自己找。如果有全部的人，就要先有爸爸妈妈。可不可以看到那个迪士尼那个 Elsa 就冲过去找 Elsa？ 不可以。我要出发了，是你要坚强活下去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行了，你就手手拍拍自己说，你可以的。谢谢你的祝福。是的，如同你们刚刚影片上面所看到的，所以我现在人出现在桃园机场。我从来就没有出国这么紧张过，我现在要去跟他们碰面了。我的脚步特别特别的沉重。我的天哪，我听到可怕的声音了。你们怎么那么快就看到我了？我还在找你们。不是你让你走进来散发着一道光芒，寻寻觅觅。为什么你感觉没有很开心呢？那很沧桑的脸，刚出来那很沧桑。我刚刚一开场我就叹了一个大长气。恐怖的来了，恐怖的来了，好恐怖！阿常，你要去哪里？迪士尼。这次我们要展开5天4夜的旅行，到后面3天会有2个人前来支援收银。前2天只有我一个人带他们全家，究竟我能不能顺利的过关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小朋友的娃娃车是可以让你推到登机口之后，他们再帮你送托运的，所以在出发前要先贴这个行李条。有一个小孩偷牵我。我跟你说了，没事，尽量不要叫我。带小朋友的第一个关卡就是随时随地都要找到地方换尿布。我升到3个了，我换尿布速度超快的。我老了，你有没有帮我换尿布啊？我给你换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没有良心啊？有这个狗链实在是很不错。好，姐姐牵妹妹，好棒哦。啊，你不要真的把妹妹当狗。过个海关命去半条。哎，我卫生衣可以先脱掉吗？我们所有大人汗流浃背的。为什么背全湿啊？小孩在暴冲，然后东西一直拿，一直拖，然后又要过海关检。好恐怖，我们正式的出境了。我觉得我会比小孩还要兴奋。哎，你有觉得这一条的风景特别漂亮吗？有磁铁是不是一直吸进去？怎么吸进去？跟爸爸说拜拜，要坚强，会自己长大。爸爸先走了。我们等一下就要做那个，是梅花糖。你女儿的乡音呐，梅花糖。我们在家都讲台语啊。现在是阿姨一打二的时间，请问你要吃哪一个饼干？那个，他爸妈去上厕所哈，一个人怎么推2台啊？再过10分钟，我们就要正式登机，这趟折磨之旅正式的要起航。哎，我有跟老吴下毒，他们会不会哭？老吴说他们会爆哭。你说在飞机上吗？对，怎么安抚他？他问我什么法宝，我就说我的睡衣。你不要讲这件事情，他们就不知不觉就上去了。伊两个囡仔的状况不错。你有看到阿姨的状况吗？有人关心阿姨的状况吗？你不要紧啊，你其他的我弄得好啊。我们是在上个礼拜3才买下的机票，礼拜一我们就飞了，而且这几天我的行程全满。我觉得他讲出来的那一瞬间他有后悔，但是来不及了。我突然跟他们说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怎么？我想说什么意思啊？然后他就把电话拿给姐夫，姐夫就说好啊，走啊。 Oh my god， 终于要上飞机了。我带手推车的话，就是在登机口前面把手推车拿给服务人员，正式上飞机。我们怎么上去的？我们刚刚从另外一个通道进到这个飞机，就是你刚在外面看的那一个那么大台的一个飞机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小台的，小台的飞机哦。那你说你要吃外面的什么？梅花糖。要怎么吃？伸出去呢？要怎么伸出去？那个都是玻璃耶。一起敲，一起敲吃啊！一起敲烂的摘菜嘛啦。从窗户爬虫子吃。阿茶看起来蛮稳的，异常的兴奋哦。你说出发。希望等一下在飞机一切顺利。他应该没有意识到飞机要起飞了。小孩在飞机上非常安逸耶，我们都日本了。阿茶，你走快一点好不好？照顾小孩又要推行李又要找地铁的路，真的太惊人了。你不是很厉害？起来呀，不要睡，起来。我到我们 BNB 的地铁了，我快破台了，我今天快要破关了。来，给他们拍拍手，谢谢，谢谢，我值得，我值得。还没有到民宿，就先在 Lawson 爆买一波。我刚刚跟他点，然后我就说安娜一起，然后他就说我会说中文。然后我说。
哦，那往这个两个又好哦。经过了一天的征战，我们终于走到我们这一次订的 Airbnb， 叫做东京日和，是我在 B&B 找的，我不知道好不好。它距离浅草非常的近，就在本所无栖桥站。这是这一次要待五天的民宿，简单的开箱给你们看，有一间合适的榻榻米，大家可以一起睡在这里。还有一间是双人房，还有一个小客厅。哎，吃冰不可以在那里去，而且这一间一个人不到2000块一个晚上。这里很干净哎，而且这里很大。我先跟你们两个报告一下，那就是那一间是我的，我过了9点我就会把门锁上，你们已经生不出来了，就不要再睡那里了。先吞两颗，我在找头痛药。先吞，你先吞，什么头痛药、农药都吞吞。这里真的会小小狗。两颗，你不要给我推一排哦。出门吃饭饭。我找的 B&B 就住在这个建筑物的正后面，所以我觉得地理位置算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三个自己拍着自己的胸脯说不怕不怕，我们很棒。在吃晚餐之前呢，因为有经过这个雷门，所以大姐就坚持要来拍一下晚上雷门的景，虽然我们白天会再来一次。其实晚上的景蛮壮观的，我觉得比白天还酷耶。现在时间是日本的晚上9:13，我们随便找一间来解决我们的晚餐。明天真的才是应战的开始。我跟你讲，你们没有心理准备，不要像恩一样带小孩出门。今天这集就先到这边。这一集呢，就是记录他们两个第一次搭飞机。其实我觉得出乎我预料，小孩要坐飞机上去，就是要起飞的时候压住他们胸口，我觉得有效了。这两只今天表现，我觉得算 OK。好了，躺下来，头头粘在枕头上，眼睛都给我眯起来。那你们跟我说晚安。晚安。还有嘞。明天见。晚安。去，走，我们去找呢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大姐6点就起来了，自然醒。哇，小帮手，谢谢。为了叫阿姨起床，不择手段，各种撒娇。不用这样吧，保暖就好了吧。不是来时尚还是要啊？你的妈妈，你只要穿保暖就好。小孩随便啊。他们刚刚在打架。等一下明天给我刷30万。没有人有30万，不好意思。我妹哦，她可以刷卡。明天没有买一个爱马仕，你试看看。现在在下大雨，我们直接化身成生活智慧王，去日本买雨衣变身。今天的早餐呢，带他们来吃有路有，是这边很有名的吃茶店。辛苦了辛苦了，各位父母辛苦了。在日本没关系，在台湾我就生气了。里面的店妹长得超级可爱的，有卖定时，价格大概500到800，又卖一般的吐司蛋早餐。我觉得这餐点适合小朋友哎，炒蛋、吐司、番茄酱。不要吃那么大坨番茄酱，吐司不能加番茄酱。我乱点了一个猪排定时，他把肉泡在味噌里面，其实还蛮好吃的。吃饱了吃饱了，一大早吃冰淇淋啊。有路有这一家我觉得还不错，是舒服的吃早餐，但对于亲子来说，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他一上去的时候是一个楼梯，所以对我们来说推车会有一点辛苦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都蛮棒的，可以来。在走去地铁的路上，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带小孩出国一定要带什么？我先讲不一定要带好不好？我尿布我可以先带几片，我到当地再买。我觉得推车一定要。再来哦，推车不能太简易哦，不能带没有办法放东西的，还有小朋友没办法睡觉的，剩下的就还好。钱啊，超辛苦的，带小孩就是要一直把推车扛着。上上下下找不到电梯的时候，你就只能扛了。你还敢不敢升那么多？再升啊！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是上野公园，我们从浅草站搭到上野小路站，走没两步路，阿茶就会喊他好累。上野恩赐公园抵达。它这个景很酷，它不是特别种什么植物，它这种就只是莲花枯掉整片，所以变成一片咖啡色。这里真的好可爱哦！这滑梯虽然这么简陋，但是在这几棵树下就觉得好美。刚帮他们拍完全家福，这一趟我身兼导游、摄影师、行程找路的司机，还有 MV 拍摄人员，因为我要开始了。朋友卖个笑啊！日本小孩，你这样子就是日本小孩，没错。日本这个溜滑梯会不会太陡了？下一站抵达上野动物园，从下车的地点走过来，大概走10分钟以内就会到，但你会拍照拍超久，因为走过来的路上很美。我们买到票了，你看它票上面每一个动物都不一样，超级可爱的。大人是600块，12岁以下是不用钱的。好大只的猫头鹰啊！你跟他说嗨，哇，转过来了。转过来其实蛮吓人的。你学他一次，你学他，你转过来。我上次这样，我头扭到，你知道吗？猫头鹰转头。这里的动物园离动物很近，但是就不至于让你碰到，所以不会有危险性。哎呀，大出去了！我爱那个大出去。阿成，你跟他嗨。嗨。
还蛮好的耶，我觉得规划得不错耶。下一个动物是袋鼠们。我记得我在澳洲的时候，袋鼠靠近我，我都会超级害怕，因为他们撞到可以打拳击赛，他们会用他们的尾巴把自己顶起来，就可以比我还要高了。我现在在直播，同步拍片给你们看。熊猫也太像阿茶了吧？熊猫躺的那边跟阿茶一模一样耶。熊猫怎么睡觉？这样子睡觉。你们两个很棒耶，都有手牵手耶。姐姐照顾妹妹，这样好棒。那阿姨先走咯，我们台湾见，拜拜。有你就幸福，那是岁月的礼物。他们的企鹅是不需要在冷气房的耶。有看到企鹅吗？看到哦，它叫做红鹤。红鹤嗨，来你说一遍。红鹤嗨，这只好酷哦，这只很像卡通里面会有的坏蛋耶。荧幕上没有比例尺，你们看不出来，但是它比珍珠还要高，还要大只耶。这只我们就姑且叫它坏蛋鸟，姐夫说它叫金头鹤。休息够了，可以走了吗？哇，哎，爸爸，没有。天哪，这个是什么？我第一次看过这种动物哎，怎么那么可爱，跳来跳去的，它们超级惨丢的。Hello。OMG， 整坨的白老鼠塞在一起取暖睡觉啊！刚刚那一坨长大会长这个样子，怎么那么大只的蝙蝠？蝙蝠的翅膀蛮吓人的。迪斗家也有蝙蝠哎。迪斗家的蝙蝠在哪里？就是迪斗房间里啊，迪斗都会拿网子抓它。为什么这个动物园的动物我都没有看过啊？这只也太帅了吧，它是猫啊。你们看这一坨可爱死了。我妹真的很辛苦。很开心吗？好好玩哦，好喜欢小孩哦。小孩是天上掉下来的天使。而且你有说过这是他们的回忆。这是我的回忆，我痛苦的回忆。每次都是我妹在拍我们，现在换我拍她。带着我妈去看什么呢？阿鲁巴有，你要阿鲁巴吗？呀！阿昌，你看，阿忠，你看，好大哦！他要去洗澡了。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，盖一癞蛤蟆爷，直接水位上升12公分。刚刚那个日本小孩好可爱哦，因为他妈妈就跟他介绍，我听不懂，但是他就说 “scoin 呢”，这样很可爱啊。你那两只啊？快点，下一个！你可不可以教他们秀气温柔一点？阿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终于带阿叔看到他最想看的长颈鹿了。因为现在外面太冷了，所以长颈鹿都跑进来休息了。这里有椅子，不错，这个长颈鹿区可以来。长颈鹿不常见哦，赶快看。阿姨买礼物给你，这个要不要？这个很可爱，很恶心。它的动物园其实蛮大的，我们刚刚逛的是西边这一区，现在要走上一个桥去往东边这一区，东边就有比较多大型的大象、北极熊啊、猩猩。但是我觉得来这边你不会一直觉得很累，因为顺便看风景。第一个看到的动物就是暴走的猴子们，好痒，帮我抓一下。天哪，好灵活哦！因为现在外面又有点下雨，我们先来躲雨一下。但是你看这个儿童餐好可爱哟、而且你看它的碗，碗也超可爱的。你看他们的汤匙，你把它打开来，它的汤匙是长这样，然后你自己把它折成汤匙，然后你就会喝到很少的汤，然后你就会生气。这汤匙越喝越让人家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搞的什么戏？阿茶，你有吃饱吗？不要，我饿呀。你今天有看到什么动物？阿鲁，还有嘞？大象。大象，还有嘞？哦，不要再讲话了，你累了。下午1:58正式撂倒一只。你现在要去看什么？鳄鱼鲨鱼。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娃娃车的轮子坏掉了。带小孩出来就是很多突发的状况，立刻修车起来。阿查，你以后长大要看到这影片，我们很累哦，但你睡得很好。看起来不是轮子的问题，不可能要抱整路了吧？奶茶在动物园睡觉，留他在这里哦。那、如果回家找不到他怎么办？你要把他留在动物园吗？不要。我们在上野动物。公园大概待了3小时左右，我觉得这公园可以来哎，还有蛮多动物是木栅动物园看不到的，小朋友在这边拍拍照也超级可爱。这个点亲子行程我蛮推的，下一站出发。动物园走10分钟左右抵达的就是传说中的阿美横丁，解放你的双手，把它推去马路中间。养兵千日用在一时，姐夫，你表现的时间到了。他们这日本人不好讲，你先给自己台阶下。那时候我们度蜜月，他讲到那一只公仔，那个店员还傻眼哎。然后几年前的了啦。你现在把台阶翻得很满。雪纳瑞，好可爱哦。先让你小试一下身手啦，试试看这个日本的机台的爪力怎么样。OK， 直接放掉。姐夫好像有点意思，他说要让慢慢拨的拨过去。这是非常好的角度。他有动吗？我自己的台阶。姐夫已经从这里拨到这里了。
哦，那我们就去买一个大的行李箱 ，remove 了好不好？对，因为我规定他只能加一只，其他都要放我的衣服。我们现在大概加了8次，已经半个鸭屁股都在外面了。真的像姐夫说的，你要慢慢一直拨拨拨拨进来。姐夫在夹娃娃的时候，真的有一点帅。好像要来了。一千二以内买行李箱，买行李箱不到300块买到，我觉得很便宜耶。对，他就是一直拨一直拨过去啊，你不如跟他直上直下。你怎么知道？就有缴学费啊。姐夫你好帅哦！下一站我就特地带他们来逛这一栋玩具店 Yamashiroya。还有找阿姨？没有，不是找阿姨，没有。要叫爸爸。找爸爸，对。爸爸有钱，爸爸妈妈去扭蛋机有钱。对，阿姨没钱，去找爸爸拿钱。你们有在顾你女儿吗？都是我在顾的。这东西吗？这真的要买哦。这个黑糖会玩啊？屁啦！你要这个是吗？我们已经在这一栋待了1个小时了，我觉得大人比小孩还要恐怖。这个鸭鸭是茶茶的礼物，对不对？对。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在阿美横丁大概逛了快2个小时以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前往下一站出发。晚上呢，我们就走来晴空塔这边。其实亲眼看它真的是蛮壮观的，超出，超出，跟姐夫一样。对。屁呀！我们今天要吃的就是位在晴空塔30楼的旭旭苑，这个是30楼看出去的夜景啊，皇后级的享受。我觉得我自己变得很有气质。没有几分钟的时间，桌上已经全满。但我手推这个豆腐牛筋汤，是够了。经过这一次的旭旭苑呢，我可以知道珍珠是赔钱货，因为他从头到尾只吃白饭。澳门奶茶从头到尾都挑贵的牛吃，给他鸡肉他不要，猪肉他也不要，蔬菜也不要。这个赔钱货赔到在吃花。吃完出来了，3个大人2个小孩，我们大概是吃了台币8000多块左右，很饱，超饱。你到底要干嘛？一直叫我要干嘛？你这几天超爱我的耶，干嘛？安安。吃饱饭之后，我们就在晴空塔里面逛一逛，它本身也是一个梦，3楼4楼都蛮好逛的，吃饱可以来走走，消化一下。他拿那个绿色，你走上去，他说绿色，这颜色好美，它就是条绿色的东西。不是，就是很鲜艳。买了啦，我不钱。好，你付钱。爸爸付钱，奶茶付钱。妈妈在逛街，爸爸嘞？妈妈在逛街。姐夫的卡刷起来，12,325块日币。每次听到这些，我心就痛。有刷卡的声音？有。你要报复性买表是不是？因为听到当当当声都是他的，我要听一下我自己的。最喜欢看你们夫妻俩互相残杀了。只有这样才能伤害到他。一言不合就买表，他真的要刷下去哦。我肚子好痛哦。逛到晚上9点了还离不开哈，我真的好累哦。大姐今天说，你不要再给我晚上8点就带我回去睡觉哦，你要休息，你回台湾随便你怎么休息。因为我刚要的那个 New Balance 尺寸都没有了，那就看到这一双白 Air Force， 真的就说买了啦，我就说不一定有我的尺寸啊，就我一看24号，根本就灰姑娘啊，刚刚啊，逛到人家整栋都打烊了，今天够了，明天的份应该今天也买了吧，明天还是重头戏，我3-4年才来一次哦，能量累积的爆发。我们现在要走回民宿了，你跟大家说晚安。晚安。还有嘞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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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